买房，买房，买的不单单是房，买的是一座城市，一个区域，一个 lifestyle。 你买房所带来的附加的价值远远大于这个房子。买到坦帕的房子，就买了坦帕周围的海滩和夏天这些热带区给你带来的 lifestyle。 我们来看一看啊，这个是在坦帕，离坦帕的大概有30分钟左右距离的一个 honeymoon， 叫 honeymoon island state park。 周末到这边来游泳是非常不错的选择。来看，今天我就到这里来游泳，在海边游泳。这个 Honeymoon Island State Park 离坦帕的 downtown area 就是大概有半个多小时，然后夏天很多人都到这里来玩。这片海滩是 Honeymoon Island State Park 的叫做 Main Beach。 看见没有，这里离这个沙滩边不远的地方，它有一道那个，sandbar， 就离 sandbar 大概4-5 feet 这样子，可能5-6 feet 这样，5-6 feet 这样的深度，就在那里游泳非常的好。来看一看，老少看房，以后也会时不时贴一些这些坦帕湾周围以及或者佛罗里达一些 lifestyle 的放上一些这些视频。我自己很喜欢玩水，坦帕包括整个佛州了，整个佛州都是如果是就喜欢玩水人的天堂。佛州很多外州的人觉得像什么 Disney 啊，是那些Sea World 等等那些主题公园好像是佛州的这个标牌一样，但是真正玩佛州，真正喜欢玩佛州的最精髓的地方是佛州的水。佛州有世界上第三大礁岩系统，就是那个世界第三大珊瑚礁系统，就是在 Florida Keys 那，就在佛州东岸，沿着一条东岸一直到 Keys， 一直到干龟岛，长长的一道。哦，夏天绝对是游泳的潜水的圣地 ，snorkeling 都潜水 ，scuba diving、snorkeling 都非常棒。还有坦帕这边呢，就是 golf， 就是西岸，佛州西岸这边有，也有很多能玩水的地方，有很多 springs， 就是那些 springs， 像坦帕北边的 Homosassa、Crystal River 等这些地方，到每年7月到9月又是适合抓扇贝的季节。大概水深也就4-5 feet 这样子，要抓扇贝抓来能抓一大桶，怎么样吃都行。具体佛州玩水的东西啊，这个佛州的 lifestyle， 包括坦帕湾周围 lifestyle 这些东西，我回头会慢慢跟你们道来。